L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今天你们看到我呢，就即将在九月份 L 的 Trendbook 可以看到我，就是拍的封面跟一系列牛仔裤搭配不同的服装穿法，主要的四大 look 就是有很帅气的军装骑士风，还有比较率性的民族风，还有就是比较成熟小女人的奢华风，以及摩登的个性都会 look。希望呢，所有女生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的风格。现在其实最流行的就是紧身合身的牛仔裤，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裤型。然后我觉得它有不同的穿搭方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穿比较宽松的上衣，比如说大大的领口露一点肩膀，或是穿衬衫大件长版的，可能可以遮屁股的，然后穿一个牛津鞋啊，或是娃娃鞋、平底鞋，就有一种很随性的感觉。可是当你想要变身辣妹的时候，紧身牛仔裤又是你的好伙伴，因为你只要蹬一个高跟鞋，穿一个稍微有曲线的 T 恤，你当场又可以变成辣妹。所以我觉得紧身牛仔裤是我们生活的好凉拌。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好像变成 model 的感觉，因为一口气穿了二十几套不同的牛仔裤款跟不同的造型，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开心，因为在这个拍摄过程里面可以展现自己不同的面貌跟风格，然后把自己对于这套衣服想要诠释的时尚感或是自己想要诠释的情绪都表达在所有的照片里面，所以我很期待照片出来的感受。